今天要开箱机械战神七合体终极机械霸王。好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好像很大哎。好，你呢？对，你呢？哦，好，然后在里面还有，这什么？那个是说明书，他会教你怎么去拆这个。哦，哦，哇，终于把它拆下来了。哦 ，Mega Seven， 它有用绳子绑住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有。对。所以要怎么样？不知道。好，你放到桌上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拆。把它。哦。终极机械霸王。终极霸王呢？准备好戏。我们先来看它的后面是不是绑住了？是。哦，对。那这里绑住的话，你给它拆起来。嗯。要绑这样。这样子，哦，拉，往上拉，从中间这里，这样，等一下，好像很难呢。很难呢？不要玩了吗？要啦要啦要练了。很难就要放弃啊？不要，我不是要放弃。好，那三个都打开了，哦，三个都打开了，耶！哦，这个难打，这里要绑住，阿爸这里要绑住了。是啊，哦，又绑住了。嗯，要绑住了一次。好吧，那先来拆好了，不录影了。